大家好，我是妮可。我讲华文听得很奇怪，因为我的公公问我为什么没有做华文的视频。这个 vlog 是给我公公的。我今天会一直用 Google Translator， 因为我要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好，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穿的服装。我现在要跟我的好朋友去吃午餐。我现在正在，不会讲哎，我在 get a grab。我很饿，我每次都没有吃，所以我胃现在很痛。我一时忘了我们要去哪里。很多人觉得我不会讲华文，但是我觉得我还 OK。Come Jamie， 不要害羞。现在我们在 PS Cafe 吃饭。So how is Chinese, right? Is it? I think it's just a slang, bro. It's Canto, you idiot. Oh, really? Wowie, wowie. Wow. 我要好像那种台湾的节目 like, 哇，好好吃哦。You must put in your mouth first, then you. You must. 嚼，我要嚼我。嚼，我要嚼我的意大利面。Wow, I know. 很骚。我好想对着他吃的是一样。I don't know how you go edit this video, you know. 哇，好好吃哦。现在我们要去荷兰村。我们在 PS Cafe 坐了很久。你不觉得华文好像很单纯？你的胸部很大 ，sounds okay。我要跟你上床，我要给你手工。哦，对对对，如果我们用英文来讲，还很不雅观。现在我们要华文课程。树，女孩子，鞋。我们现在要坐巴士去荷兰村，我为自己很骄傲，因为我在省钱，没有坐 Uber， 没有坐 Grab。我看 Chinese Uber or Grab。Uber，Grab， 哪 ？Grab 哪？今天天气晴朗。今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I remember last time secondary school, right? My first sentence fucking long, right? Because you know my kid the word quota, right? 一个风和日丽晴朗的早上，然后再 add a lot， 外面的太阳晒着，哇，小明拿着背包上了学。My first sentence fucking long, come on. Jimmy 很幼稚。他很喜欢。I taught you that word. Send her. I taught you that word. Focus. Wait, focus in Chinese. 是准。I don't know her. Okay, 我们现在要去玩飞镖。我今天学了一个新的字，飞镖。我很喜欢玩飞镖，但是打飞镖。I don't know. Okay, no. 丢飞镖。Both I, Jamie.Jamie，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把我灌醉 ？Jamie， guys， she's standing like that， right？ She's like on her third cup， eh？ I'm on like my first， you know？ 不可以 ，first， eh？ 开心有慢聊聊，有一个男生，哎，他自己来这边喝酒，然后我跟 Jamie 讲。这男孩子是死人，他现在在唱嘞。He sang like six songs. 不是嘞，轮到人家唱的呀，是他六个歌哎，一次唱到完嘞。Hello， 大家好，对不起，我昨天没有完成我的 vlog，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太累了，坐在沙发上睡着了。昨天我的阿妈煮了通心粉给我吃，所以我吃了坐在沙发上看
鬼戏看到睡着。我很开心我做了这个 vlog，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你们一定觉得我说华语很奇怪，可能你们很不习惯，因为我真是很不习惯。我整天一直问 Jamie， 我一直问他，诶，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是什么？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 vlog，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都不会怎么说华语，每个人都用英语沟通。我华语是不流利，但是我为我自己很骄傲，因为至少我试过 vlog in Chinese in 华文。可能以后我会用华文做一个化妆教学视频，哈，好像什么是 eyeliner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brush， 毛笔，毛笔是不是那个？哦，对啊 ，brush 毛笔。我会在下一个视频看你们，看到你们。哦，你们一定听我讲华语很头痛啊。Okay, 谢谢收看。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my channel, and I hope you enjoyed it. Bye.